媳妇儿，没事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你继续用这把大刀去练武。孟大夫说，这把刀太重了，让我换一个轻便些的，不如练剑吧。轻飘飘的剑怎么有说服力啊？来人！ 相公，你这个太潇洒了，是突然吃的仙丹妙药变成大力士了。哎，怎么这么轻巧？这镂空的？哦，不对，这是京城铁匠刘三郎所制，他擅长镂空雕花。京城那些戏班子用的仿真刀都是他做的，还有京城那些爱舞刀弄枪的纨绔，他们都爱用这个撑门面。 郡王过誉了，郡王刚才表演的妙。可是这东西中看不中用啊，一个脑袋没砍下来就断口了，这怎么派得上用场呢？将军有所不知，京城的纨绔好面子，想在练武时偷懒，又好在美人面前逞勇，所以偷偷的想出这种雕刻镂空兵器的方法，故意让几个人气喘吁吁的抬上来，然后自己再轻轻的拿起，好显得力拔山兮气盖世，骗了不少人啊。怪不得。 这八十八斤的刀具放在手上，像十来斤重一样，连我相公都玩得动。你这造假技术实在是厉害啊！<笑>将军说的是啊，这把刀确实花了小的不少力气，足足用了七八斤的上好材料。将军喜欢便好，只要不磕不碰，一般不会露出破绽。去，将军的重兵器库里面挑几把好的，多把它打造出来，爷重重有赏。是，郡王。 怎么样？将军这刀啊，军中能举起来的人是不少，但是能做到举重若轻的还真没几个。叶将军拿这刀啊，就像树叶子抛来抛去，哎，呼声震天震地，真是猛用啊！<笑>
这回就没人相信我老婆怀孕了吧？